好啦，大家晚上好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好，我先来玩这个87直播女主播平台 Streamer Company。 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直播啊，反正如果大家不能直播，那我们就最后一天见了，好吧。 OB 很棒，为你的公司名称来命名哦。公司叫什么好呢？87直播，好不好？你就是这个集团请来的经纪职业经纪人对吧？我是集团派来的投资顾问。新公司呢，首要条件当然是要招募员工啦。点选招募按钮，签下您最觉得有前途的那一位。哎呦，不知道选哪一个好嘞。有一个是前职业是平面模特，22岁，胸围只有 A， 太小了吧？怎么都只有 A 啊？这胸部是怎样越小越大还是怎么啊？这个评比跟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哎。对啊，觉得选奶大的好了，庆庆好了啦，好吧，我们选庆庆。好吧，我们来签这个吧。希望这份工作能锻炼自己的能力。嗯，好好干啊！来，庆庆，好好干。哦，新主播很积极啊，已经来上班了呢。点选主播，查看他的工作情况。我马上到岗哦，好，好，这边就是主播的直播间，是主播工作的地方。这边显示是主播的粉丝，还有他的流量啊。这边是他正在直播的节目。现在的节目呢，对观众来讲太乏味了，吸引不到新的粉丝。粉丝报告，好吧，哎，你好歹安排一个不错的节目嘛，不穿鞋哦，设备不穿鞋是怎么样？安排工作。这边是主播能够播出的内容，主播越喜欢的节目呢，直播效果就会越好呢。它是闲聊型的，睡觉是怎样啊？为什么可以睡觉？然后播出的内容要配合他的该节目的衣着跟语言风格。他不是声乐学生，到时候讲声音应该是不错听。是麦弗里卡姆斯的主播吗？不知道我说什么，想知道搜寻关键字不用谢我。没有啦，我们这边是直播平台87直播，首选第一女主播。你们不要这样，我们平台刚开张，你们就这样整天想把我们跟那些这个淫邪新三色串联在一起，这样子破坏我们整个行情。主播在做这行，被他当成是卖淫的，你们这样不是很过分吗？为什么要这个抹煞、扼杀这个年轻人有为的前途呢？先闲聊好了啦，来主播闲聊哈。挑选的誓言的适合的语言风格，还有衣着哦，还要设定就对了。毫无特色，沉默亲切，亲切，好啦，亲切啊，我们第一个来亲切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第一个亲切一下，休闲风格好啦，亲切。哎呀，谢谢您的飞机，谢谢您帮我打飞机，好，感谢火箭。好，就这样啦。好，没问题，安排好了。3天后之后向您报告。哦，我们还有专业经理人会分析聊天室的一些有的没的。好，有了，粉丝增加了。哎呀，有信仰的西瓜啊。闲聊，哎，不错哦，休闲风格这还不错。如果直播效果好的话，很快就会有屌丝啊，不是粉丝花钱送礼物给主播。哇，大意思，粉丝送给主播的礼物就是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哦。收取礼物是不是？来，哦，哇，48块，哎，好爽啊，哦！谢谢您送的玫瑰。培养主播，好啦，我觉得庆庆感觉真的是不太行啊，不太行。虽然有一些姑娘的自身底子不错，但是家境优厚的姑娘是不会来我们公司的，原因不用我们了解了吧？所以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吸引人呢，我必须播出更多这类型的节目哦，对他们培训，来培训一下。我要对他们培什么？哇，好贵哦！主播唱歌真好看啊！设备这么想好像很少了，环形灯哦，帮你买个环形灯怎么样？易乳，秒变真女人，
你知道我们投资。Thank you, boss. Thank you, boss. 你是我们公司的财富。好吧，不然我们先训练闲聊好了，好吗？我让你变那个闲聊大哥大，公司全部投在你身上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太闲了。好，可以了。闲聊等级五了，谈吐加八，很好。主播学会节目之后，就可以安排工作了。哎，总部给钱了。现在只有一位主播，如果只靠自然流量的话，收入是很低的。所以我们要跟渠道商合作呢，带来更多的粉丝。好，那我们要跟哪个平台合作啊？中年大叔，哈哈哈哈。哎，这个只有初中生跟高中生而已，不行吧？我们都带义乳了，对不对？带义乳果然是中年大叔比较好啊。这个啦，这个平台不错啦，好不好？大学生跟年轻职员嘛，可是大叔比较喜欢写作，大叔比较喜欢闲聊，我觉得我们要做哪一个啊？我觉得大叔好了，好吧，先找大叔多的好了。我们要骗大叔的钱，所以我们要跟大叔请他们当我们的干爹，好吗？嘿 ，boss， 我播出的时候声音好听吗？好听，好听，您播出的都好听。娱乐媒体不关，色情新闻，制造色情新闻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，您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再考虑一下。娱乐新闻，好了，娱乐新闻了。四，哇，渣浪新闻，女主播为求礼物呢，直播路面飙车。什么直播？网络直播牵出飙车团伙？为什么会飙车团伙啊？三小，啊，空三小，叠加布上车了是不是？哇，屁咧，这样弄一下可以增加流量，增加那么多，太瞎了吧？粉丝变化率也会提高，好的，曝光度会随时间下降，所以要一直帮他曝光，是不是？那我要帮他制造一些话题啊，比如说键盘被没收啊，然后被人家提告啊，不然就是有那种疯狂粉丝跑去电玩展做一些事情什么的，好不好？这样才有那个社会新闻。你去买一副义乳也行，我还要义乳，我自己都有义乳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用义乳，我是真乳啊。不是义乳，我都有自己都有真乳了，何必要什么义乳？嘿 ，boss， 我播出的时候声音好听吗？你怎么一天才赚200块？你怎么活啊？主播精神冲！哇，龙土豆抖了365个玫瑰，哇，谢谢龙土豆，嗯哼，不错不错不错 ，nice 哦。实况组真不好做，是不是该接工商了？没有粉丝怎么工商？没粉丝怎么工商啊？观众别被骗啊，她是带把的女主播，很大包，很大包是吗？我觉得我要再招募一个人啦，来啦，还有没有人可以招募啊？重新收集履历，奶太小啦，来个低奶的，我是不好看吗？想这么久才决定，好好干。男人怎么了？男人不能美吗？可以可以，男人可以美啊啊！来，我帮你弄色情新闻。好啦，就这样做。抱歉，我不能接受这种炒作，我有我的底线。哇塞，你有底线是吧？来。帮你买个义乳，公司不能太小气，女装可贵了，女装可贵了，谢谢老板，笑死，他现在有 C 罩杯了，我会想到刚才那个晨晨才说，观众别被骗啊，他可是代把女主播，笑死，来啊，招聘女主播啊，87直播平台，打电动的是吧？先入驻新的平台看看。哦，不行，要1万粉。我找两个。
睡觉的。啊，签合同啊，三小，这样也有人看，直播睡觉，睡三小，睡爽没啊？睡爽没？还有人看？这边是不是头壳都坏掉了？这样也有人看哦，看能不能睡出名堂来了。梦想，就是要躺着数钱。躺着数钱，那这里的话呢，其实老板有一个好地方可以让你去躺着数钱啦。您要吗？啊，您接受得了这个残酷的考验吗？没关系，我帮你安排工作。来，睡觉可以，然后。沉默 OK， 弄个休闲时尚好了，不然大家弄一个性感风格看看。哇，这样柠檬触手送了250朵花。经理，我今天的妆容还不错吧？哇啊，赚20000多哎！哇塞，你真的是赚钱机器耶！帮你买一整套的好不好？公司的投入非常正确。我们公司就是一堆带跑的舞蹈、年轻人就喜欢看我们带跑的舞蹈，赚钱赚到手烂，公三小。哎、欸，重点是，我现在要找个色情女主播到底行不行啊？我搞不懂，到哪边还弄到色情女主播？我还有一间房间呢、欸。客服哦，前职业的客服，模特大尺度有了，齐格，年纪越大越需要大尺度。第一，啊哈，多谢您给我这个机会，必定让您的花费有所值。可以。你好呀，经理先生。好的，啊哈，来，大学生喜欢看什么？看看啊，跳舞吧，我觉得两边的跳舞都还不错啊。那就让你跳舞好了，我们来性感舞到底。来，接到满等。你真舍得为我花钱。当然了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来，通通都给你了。我来帮他装奶好不好？我们帮他装个溢乳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刚才他这有滴奶，我帮他装那个溢乳，看看他可以变到什么。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哦。啊，本身就低了 ，D A B C D E F， 哇哇哇，我血脉喷张哎，哦，好厉害！然后帮他打个广告，真奶台啊！我跟你讲，退去现在那么一堆小奶台、小奶怪，跑出来作乱，哦。开玩笑，我的女主播27岁 ，F 奶 ，Holy shit，F 奶啊，我的妈呀，哦，啊，哇，瞬间就1000多观众了，瞬间观众爆表哎、欸、，Holy shit， 哇，刚上班不到12小时就赚8000块，好啦。经理您好，请问我正在播出呢。我妈，我是设计经济系，简称设下划线，大二女学生，有着很硬的东西。设经系哦，设经系可能我比较困难呢。哦，这个我稍微有点困难。我想一下，我思考一下好不好？这我思考一下。我们公司要签这种的话，我要先问过一下股东啊。如果不愿意，我没办法。我播出的时候声音好听吗？年末评委，小兄弟，你很上道嘛，哈？直播我不稳啊，拜托，拜托，季度收获啊，收入奖，高无传媒。87直播，呼呼！
要得奖还是太难。八七直播，实际只有，欸，其实实际也是蛮接近的，实际上目前大概第六名了，多30%嘛，才赚2000块，超鸟，靠前，小林，嘿，哇，我的女主播进两个，阿斯，哎，欸，小林。哦，478，塞钱就赢，哇，刷刷。